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 and I'm happy again. I'm laughing at clouds so dark up above, singing in the rain. Singing in the曲君，大家好，我是敏儿。所以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啊！敏儿，敏儿，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我非常兴奋啊。我知道，因为你期待下面就有你的白雪公主。哦，没有啦，我期待的是当到了这个节日的时候，我的男性荷尔蒙都非常非常的提升。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呢？让我唱一首情歌给你听，好不好？You are so beautiful. Stop. To me. OK, 唱一首你喜欢的。你是我的大大苹果。哎，你唱错歌词了啦。不是吗？不是。哎呀，话不多说啦。好了，其实我觉得啦，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啊。哎，怎么这么说呢，启俊？哎，你不知道，这两天无论到哪一个餐厅吃饭，价钱都是非常非常的吓人以及贵了。启俊，难道你不知道贵就是代表浪漫吗？没有了，谁跟你讲贵是浪漫？所以说你们这些女人啊，真的是吃米不知道米价贵。OK， 如果你隔壁有女人啊，跟她讲你吃米不知道米价贵啊，浪漫这种东西不是用钱推出来的哦。如果跟你讲真正的浪漫，只要一朵花，还有一个表情。好，喜欢吗？这是要给我的吗？给你的头啊，不是给你的、这个是给我们的宋轶的。好，宋轶 ，come on， 宋轶，有这个宋轶还是单身，你喜欢吗？你接受吗？那，好，谢谢宋轶。好，话不多说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时刻就是，好，今天晚上 OK， 各位男生的女士们，我相信你们做了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来到我们 FGSCYC 与我们一起度过又温馨又有创意的情人节啊。对，我们今天晚上呢，所为大家所呈现的节目都是为大家刻意打造的惊喜。没错，除了现场的每位帅哥与美女们，我跟你们说，我们首先现在要特别欢迎在世界各地有收看我们网络直播与我们一起庆祝的弟兄姐妹们，等一下在我们数到三声的时候，我们向着这个 Flycam 摄影机，我们做出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动作， Love 的动作。哎，没那么快，没那么快， OK， 好，就是好像他这样子的，又大声的 Love 又可爱的， OK， 然后对着摄影机说沙朗嘿哟，沙朗嘿哟，这样嘟嘟嘟， OK， 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沙朗嘿哟。
呢，我看到下面不只是坐满人，从这个角度看上去，果然是人山人海啊。角度？你是说这个的角度吗？有吗？有多人吗？哎，我想大家应该对你这个角度是没有兴趣的，对吗？对吗？是吗？好，这个我没有兴趣想要知道，我比较想要兴趣啊，比较有兴趣知道的是，在座那么多位当中，有没有谁是第一次或是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如果是有这样的人，好不好挥挥你们的手，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啊？有吗？哎，那边有了，哇，非常的多，这里有，那边也有啊。是的，好，我看到你们呢。接下来了，我会数三声，三声过后呢，因为我们 FJCYC 要用最热情、最特别的方式来欢迎你们，那 FJCYC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们好不好走过去，就是跟他们说欢迎你们，并且跟他们来一个 high five。 我要跟你 high five 啊， high five。 好，准备好了吗？好，当我数到一二三的时候，让我们从我们座位上站立起来， OK， 跟我们跟你的身边朋友说，跟他 high five， 跟他讲 happy Valentine， OK， 准备好了吗？一二三，耶！好，男的跟男的拥抱，女的与女的拥抱哦。非常热情的，是，果然是我们 MJCYC 有热情、有活力的年轻人啊！没错。好，好，你知道，好，话不多说，到敏哥，是，你知道大辉都非常非常的爱我们，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大辉已经为我们这些单身的人预备了一些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因为是你，你是单身吗？是，是，没错啊，是单身。OK， 不用紧，这里也有很多单身，我也是单身。OK， 好。这里如果你是单身的话，请你举手，有吗？举手。哇，你看敏哥，看到你的白马王子吗？看到吗？看到你的白马王子吗？原来手艺也是单身。好，不用紧，不用紧。好，这项活动就是来帮助我们这些的非常非常可贵的人，可以找到一些你的白雪王子，不是你的白马王子，还有你的白雪公主啊。对，没错。好，话不多说，让我们现在都从我们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进行我们的活动。非常有意义的，能让你认识一些新面孔的人啊。好，非常简单。OK， 好，跟你各位讲，我们要预备了，要预备了。好，好，等下来活动。OK， 我们先来个热身先。OK， 现在我们从我们座位上离开。OK， 我们去找五个你不认识的人，跟他 shake hand， 跟他讲一个非常有生动的。OK， 跟他讲情人节快乐，我是曲俊。好，好。现在一二三，开始去找五个不认识的人，去找五个，离开你的座位，可以离开座位。好，去找一些单身的人认识一下。哇，不要浪费这个机会 ，OK？ 你可以拿电话号码 ，OK？ 如果你够时间的话，好，刚才说一些 Happy Valentine，OK？ 认识一些的新面孔的朋友啊。好，敏儿。我们要进行我们的活动了，你预备好了吗？我预备好了。敏儿已经流口水了。OK， 你们预备好了吗 ？OK， 非常简单。等一下这个活动非常简单。OK， 你只需要 OK 跟着我的指示做。OK， 就好像我讲 ，OK， 我要一个组合，一个的组别。OK， 要有什么什么的人。OK， 然后你们去寻找，然后找到过后，你们要立刻用你的相机。OK， 我们 selfie。OK， 我们 selfie， 我们自拍跟你的组别的人，然后我们 post 在 Instagram 里面 ，#FJCYC， 这里会有 FJCYC， 然后过后再 #LoveIsBlind。OK， 非常简单。OK， 然后最快两组的人 ，OK， 你做到你 upload 上去，然后台前 ，OK， 然后就给我给我们一个摄影机看，我们就会把 live feed 放在这个的荧幕上面。OK， 是的，然后你就是赢家啦。OK。我们的神秘礼物就是也不神秘了 ，OK， 就是这个非常可贵的巧克力，非常甜的巧克力 ，OK， 我就非常想拿到了 ，OK， 好，我也流口水了 ，OK， 话不多说 ，OK， 听着，这个回合就是非常简单，是，立刻现在 ，OK， 要从你的座位上离开，回到你的小组 ，OK， 去自拍，然后小布在你上面里面，寻找你的小组，找你的小组，找你的小组 ，OK。OK， 用最创意、最有热情的方式来给我看，然后阿伦在 Instagram， 非常简单。Teleprompter， 哇哦，好，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做得非常棒，来，好，最后十秒，到底是哪一个组别最快的？有吗？有吗？我们手上的巧克力就是要送给你，要能组出来，有了，有了。
小组出来，不要让我露露啊！哇，小组，小组，小组，哇，这边是最快的。好，你小组，小组，整个小组出来。几个？好，什么小组 ？OK， 什么小组？你是？啊！你也回到小组，你当我是露露，回去回去。什么小组 ？CYC 六 W，CYC 六 W， 恭喜你，你做到了。OK， 哇！好，什么小组？三个叫小组啊，回去回去。来，你小组组员呢？好，给你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有了有了有了，好，小组整个小组，好吗 ？OK， 不用整个小组吗？好，我们非常有恩典的，恭喜闪闪。好，好不好？我们再跟你隔壁讲，你做得非常的棒。好，你跟他讲，还好有你在我小组里面啊。好，我们话不多说了，我猜你们的做得非常棒，但是游戏的结束正式代表了今天的节目刚开始的名额。没错，好吧，我们带着我们非常热情的心情走到台前面，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哇，最好的赞美献给我们的神了吗？ Come on， 若今天神是你的爱人的话，大声的呼喊给我们的上帝。Come on， 一起来拍掌赞美耶稣。耶稣。直到永远，万次起，Come on！
believe our eyes do not hide into your beat. Where we walk, there you'll be. We fire in our eyes, alive, alive. Your love I tell is blazing now. The streets will glow forever bright. Your glory is breaking.来到这里，我相信是神的安排，是神的带领。
让你能够经历他的爱。今天是情人节，但是真正的爱的源头是来自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爱可以使我们得到满足，只有耶稣的爱，只有神的爱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改变。Take off in love, you take
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再没有任何的爱比这个爱更大。耶稣，我们谢谢主啊，今天晚上神啊，你看见好多好多人在我们的当中，神你的同在今天晚上就在这里，让你的爱亲自来触摸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们的生命要被你来改变。主啊，过去在灵里面瞎眼的，他们要得看见。神啊，因为你的话语你的应许告诉我们，主啊，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主啊，你要赐给我们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未曾想过的事情。神啊，带领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那些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人，是你一样的要来触摸他们，让你的爱这个时候主啊厚厚的降临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的带领，主啊，让你的荣耀，让你的同在，主啊，继续的降临在我们的当中。问一个问题啊，好，其实在你恋爱当中你觉得怎样才算是个好男生呢？在我的定义当中呢，我觉得是我的定义哦，我要有180公分的，180公分吗？然后要很有智慧的，还有很幽默的哦。好好，别说我了，免你脸皮真厚啊，你说着我吗？那启俊，你喜欢怎样的女生啊？我喜欢的人非常简单，是她永远在我的隔壁，对啊，讲笑而已啦。好，我们话不多说了，敏儿。好，我们好不好用最热烈的掌声来到欢迎我们由我们 FJCYC 泰哥顺所呈现的忙着谈恋爱。让我们再热烈的掌声跟呼唤欢迎他们。Thank you.
Fairy tales can come true, it can happen to you when you're young at heart. For it's hard, you will find, to be narrow of mind when you're young at heart. You can go to extremes with impossible schemes. You can laugh when your dreams fall apart at the seams. And life gets more exciting with each passing day. And love is either in your heart or on its way. And if you should survive till 105, look at all you'll derive out of being alive. And here is the best part, you have a head start if you are among the very young.
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我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我如果精彩的话，再给他们一个双倍的掌声。